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应讲地藏菩萨供说因果。那么地藏菩萨在这地藏经呢所讲的因果呢，一定是非常的多。那么当中呢，我们一一个揭露出来，见什么因，得什么果呢？果是有因来，无因就无果。但世间人每每解受果报时阵呢，煞底啊怨天尤人，怪天怪地，吼、哦、怪父母无关心，怪呢伊个顶事无甲提起，怪社会，怪国家，怪朋友，怪惯俗，怪了了去啦。唔知讲伊过去所做业因呢？因此啊，这个好人过去所做的点点滴滴的精因。这方感觉呢真无趣啊！下苦就是学者讲，咱了解因果，这点呢就非常无简单咯、哦。因为咱逐天拢生活在因果当中，可是你无去了解因果，因此好人因果啊，安尼哦智慧人呢来怜悯个同情。所以呢，咱正要讲第四呢，叫做啥呢？做下这个恶口的果报，来看地藏菩萨安怎讲下。第四，若无恶口者，说惯俗斗正步，这真清楚。就是讲地藏菩萨那无聊呢，一做口业，因呢恶口骂人，后卖这个果报呢带来呢，你家庭惯俗内底呢。就是互相斗争不罢不休啊，互你呢真无奈真痛苦。来，讲做白话看好哦。地藏菩萨，如果遇到恶口骂人之人呐、啊，就说会受到自己的家人惯俗，含自己斗争的报应。注意一看清楚哈、哦，就是讲。地藏菩萨啊，看到真济真济人类啊，底下呢，哦，互相羞骂呢。你骂我一句，我还你三句，骂过来，骂过去，啊，骂你家己呢，哦，羞骂很无谓呢。哦，天下间那是卡出一句话上毒的呢，最后，互你想会到，看会到，然后提来用，甲对方骂一个家己吼，哦，对方心中冻啊是麻痹。是拖起来上好了，所以这个嘴虽然不是刀，但是如同无形的一支利刀同款。侬害人不见血啊，就是这句话啊。哦，因为害死人唔免一定爱举刀，只要用嘴解抹恶，用嘴解恶毒的字骂，哎，对方听你家己站未住，心中麻痹，像刀解害死同款呢。这句话就无形面无事实了，你讲。侮辱伊、委屈伊、冤枉伊，该抹黑呢？哇！伊受不了这款逆境的考验呢，伊控制未了，跳楼自杀，食药自杀。譬如恁太太，并无所谓呢，伫外口有包持男人呐、啊，伊就委屈。有哦，有听人讲呢，甚至连我有看到呢，开始就抹黑就对了。结果因太太是足单纯的代志，
无听到伊跟别人讲话，迄都是因小小弟啦，吼、哦，还是讲因表兄啦，还是朋友啦，还是客户啦，因出只委屈解不安呢，伊受不了这打击，伊心内想讲，迄距离呢一两百公尺，你看一个影尔，因就把所有的罪怪罪伫我身上，因此啊，伊善良一面想要脆弱，因此准呢轻声垂低咯，食药啊。哦，跳潭、跳溪、跳海、跳楼，或者是刮暗棍、吊刀，总是来找底路啊！伊会找底路，为对来，因为你甲我乌解委屈解冤枉，甚至呢恶口破骂。哦，对着一个善良的女性来讲呢，伊是袂堪去安尼的。哦，伊是软弱的，是脆弱的，所以啊，这一连串的胳膊为对来。你恶口来，哦，有正去讲啊，因为感召来是吼，伫你家庭内底，你老爸、你老母、兄弟姊妹灌输，因为当中呢，你会开始战争，用什么战？用这个嘴，这修正正未停，为了一件代志，伫遐争辩不休啊，会带来这种道政的胳膊。嗯，要了解吼、哦，较早有一个信众，哦，然后讲伊查某囝啦，讲有一个要升大学的代志啦，因查某囝呢，希望是要读省立的，因老母希望伊读呢，哦，来私立的就好，因为有种种问题，看法无共款，因此呢，两个啊，就开始扯拼起来，就斗争啊。变得甲七工七日安尼，所以就唔是安着代志就罢了，互相诶未问安未问好。本来查某囝会甲伊妈妈讲：“妈妈早安，爸爸早安，哦，妈妈晚安。”啊，过安尼哦，啊，看来过会露出迷人诶笑容诶哦。即卖有着讲要升大学，要读到一间无共款诶观念了后，互相就伫安尼冷战激战啊。连连两个拢唔讲话，那么伊妈妈真无奈，做囡仔心内嘛无半开花啊！哦，吼，这种坎呢，过去成长恶口有关系的。后尾乎你个性斗争，总是有一个原因。这个原因虽然一时查未出呢，伊生生世世做啥因，但是有心通人看出来呢。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。但是对着一个唔知前因后果的人来讲呢，伊感觉是纳闷，为何我要读公立，妈妈爱我读私立，干为了这小花代志呢，就闹成七工七夜，伫遐情绪化互相斗争，甚至三个月呢，拢总伫遐冷静激战的呢？为何如此？恶口古布啊！像地藏菩萨甲恁讲的啊，哦，你今生也爱讲骂人呢？那么你受自己家庭的灌输，和自己的道经的报应，道理在这所在。阁有一个查甫囡仔呢，哦，为了疼伊的太太呢，竟然会当和伊老母、和伊老爸呢，一生的当中的道经不罢不休了。迄红哥、戴哥呢，无形围墙呢，拢围甲好势好势。为何如此？这跟过去成长恶口有密切的关系的。无听到伊后生甲伊爸爸过去成长有所谓呢？哦，老爸家己骂了伤过忝，家抹黑、家委屈，哦，讲了伤过咸，这囡仔怀恨在心内啊。因此个感召来是去做爸仔囝呢，因此这个胳膊就现前啊，就扑起来。这么两个扑上台面呢、啊？哦，老爸两句话，囝听未爽快。哦，当你甲翻译呢，两三句话，和爸爸咧扑不跳呢？开始倒了呀！因果呢，恶性循环呢，爹呢，循环不休啊！为何如此？恶口的因呐、啊，伊唔知讲，恶口的因会带来灌输的道经呢？是家庭内阿母之间也好，
兄弟也好，姊妹也好，公婆之间的也好呢，拢总有一个恩恩怨怨呐。如果若无恩恩怨怨，何来构成一个家庭的重点呢？之所以家庭重要，就是呢，含过去成长所做的这个业因有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。当时个画上真好，因缘会无时阵啊，胳膊就还自修啊。哦，你又个能如何啊？这不是你未爱唔的问题，不是讲欢喜唔欢喜的问题，不是你会当控制的问题。所以生活当中由因果循环来决定。由业力来给决定，这叫做公平啊！虽然了解因果人，了解业力的人，那么伊自己呢，所悟了顺境逆境，拄着呢欢喜代志、痛苦代志呢，伊淡然一笑啊！哈哈，安尼啊，听有无？淡然一笑呢？哦，伊在讲啥呢？这个明明因果，明明业力的报应啊！何必当初呢？如果当初无做啊，这个恶口，做啊这个恶因，哪来这世界上的不如意？这道经不罢不休呢？无唔对啊！所以有当时啊，咱真幸运啊！但是因果业力是这么一回事呢？嘿，咱有先见之明。有深谋远虑啊，来出家修行较好。我这些啊，娶某咧较济啊。如果是结善缘来，还佫加减呢，佫会当面带笑容啊。啊，那如果咧恶缘来吼，我看你不但笑袂出来，逐工啊，都伫遐心疑神疑鬼，逐工啊，都伫遐袂安心，逐工呢，阿公某之间无定着毋是生病鬼回合。完未成就丢了，所以呢，咱有智慧，咱有神经，咱有福报，咱知影讲要出家要付出相当的代价。哦，你无想付出相当的代价呢？你想要出家修行难呐、啊？哦，你出家了后要割爱惜亲呢？你要做到。哦，爱看你呢？哦。单独一人的孤单寂寞，哦，啊，是咪当安住伫个清净的佛法内底，研究教典也好，念佛也好，参禅五道也好呢？那么以后对呢，苦尽甘来，以后呢，开悟证果，往生西方净土啊，能出离生死，免受生死轮回的痛苦啊！所以咱有智慧，咱有善根，走得紧啊！吼，莫娶某来哦，啊，一世人就了伊啊！你无听佛祖伫四十二章经讲啊？哦，啊，娶某生子，哦，有一个夫妻，有一个家庭惯相呢，因就完去啊！如同判一个无期徒刑呢，这世人就冷静起来啊！你要离开，要甲太太、翁婿甲报备，那无呢？和翁婿太太呢疑神疑鬼，等下心思问都问罪啊，你就无好日子好过咯。啊，家庭阿婆有着小块代志呢，互相着差一世地人，斗争一世地人，冷战一世地人，怨一世地人，所以就个痛苦一世地人。有十个家庭，有七八个家庭啊，拢总是吵吵闹闹的。哪怕是家庭真好过、真富裕哦，同款。啊，有人是喜爱面子的呢，我讲喜爱面子给你听。明明阿婆冤家，迄种哦，吼、哦，迄未看也未听你的啦。但是呢，伫外口表现出来呢，互你感觉哦，因夫妻真恩爱哦，哦，真正是真非常的多呢。哦，那么像这经营啊，较早拄着一个菩萨啊。伊有一次啊来找我呢，问一挂佛法，啊向阳来时，头壳遐阵一搓，阵乌哩乌哩个，阵淤青就掉了。讲哎菩萨，你头壳遐包一个乌青乌青是安怎代呢哈？阿、啊、叔啊无代志，这张眉吼都失电啦，后尾起来以后要摕些物件呢，无注意你这头壳怎么磕着条啊啦？
我听哭个条哦，我心内是讲，咁安尼，早有所听闻，讲连阿母定冤家呢，但是我无甲拆穿伊即个真相，到尾因翁伫边啊笑甲关关叫呢，等下因某出事，因翁讲，叔啊，我太太是死也白差哩，即张面我个无回忆咧，用张面回忆个无回忆了，我个怕咧呐，佮有一件代志佮差几暝啊，特别困啊，安尼就边啊呢。啊，玩弄个委屈啦、啊！我看同事讲这话就袂得啦。哦，够有够翻来翻去呢。哦，这小块代志，你小题大做，搞母个闺蜜痛苦。我硬就不生气啊！啊，生一个伊，不划一边去划了，是袂紧哦。是苦条啊！所以是讲咩？来讲死海民主的，这世间事真侪无奈代志了。啊，当然，伊安尼甲我讲啊，伊总是袂当讲，阮红色甲我拍的啊。哦，所以呢，伊也伊无奈了。哎呀，应付伊个红事啊，应付啊出家时间问个问题呢，你看我无奈呢，迄妄语就方便一直拍伊拍落去安尼。总讲一句，阿婆一生当中要平安如母，要有好开始，始终不变，幸福个家庭，别条街喏，哦，幸福美满呢，这十个找无两对啊。拢总诶，差一世地人，斗争一世地人，冤一世地人诶，痛苦一世地人诶，十个占有八个。那么较早听一个讲，是啊，我要做呢五百岁夫妻呢，嗯，因早是圆满。讲呢，世间难讲一句咯，敢唔去死啦？哦，人阿母拍甲遐尼凶呢，佮要做五百岁阿母啊，啊，原来是咧讲互因翁听，互因翁欢喜啦。咱台湾人叫要讲话暗暗爽的就对了，这啥物白贼话伊来敢讲出来啊？所以啊，咱人总是遐尼虚伪啊，咱人总是遐尼搞白贼啊，总是遐尼呢会温暖啊，这是真相啊。世间是怎样？这白贼的世间，总讲一句，咱若是恶口定定伫遐呢，伫自口叫当中，会带来呢灌输。道正高步，这个恶口属于口业啊。这口业当中是道生累劫为自来，为今生所做，自然会感召和尚道正这个高步呢。来注意听好，咱有先讲，讲恶口死了后会对这个道正地狱啊。哦，会伫个地狱内底呢，和尚变变骨啊，劫变袂停呢。我譬如一个来讲，你在生会共吵，会共酸，会共叫，咱台湾话叫吵干叫人呢。即款的恶气高口业啊，来世呢会直接对这道经口口地讲，像个道经口业，而且地讲呢，譬如讲，哎，你在生看人呢会吵会酸，会共做口业哦，你伫地讲两个就伫遐互相小便啊，迄自然的哦。你业绩扑起来，扑起来，你冤仇人，哦，啊，然后呢，伊讲一句，你就甲变变倒变，甲变一句，啊，你啊变一句，对方也甲你变一句，这样一直变，一直变，变甲一年、一百年、一千年、一劫、两劫、五两劫，哦，变甲呢，你这业报消失了，两个添加要死去，又搁无法度结束，因为有了争取伊民主，有了有了要互伊呢。伊要占赢的心态，伊作怪呢，搁一变，伊无想输，伊也无想要输，恁何尝要变落去呢？变道生累劫，你想看咩啊？这道生地狱啊！所以啊，咱人的世间呐、啊，啊，喜爱呢变的人，后摆会对这地狱落去，这道生地狱，变甲伊无想要输啊，对方嘛无想要输啊。对方无奈，伊嘛无奈啊，互相唔爱退一步啊，所以喜爱变的人，后摆感受这个道情地感，啊，唔是一讲两讲就结束呢，咱两个变两点钟，就强强尾哦，分去啊，啊，伫地角变迄个价值，几若百万年呢，算劫的呢，几若数劫呢，所以啊，你真痛苦，啊，你业报呢，因为好胜的心态嘛，唔认输嘛。要多强嘛，命要赢嘛，
啊，佫硬支持掉的，啊，你也无想要倒退哦，对方也无爱倒退，硬变变呢，骨来夹，等候这夹期到的时阵呢，你业务消了，啊，则大家互相消散去。哦，所以喜爱变，爱讲抹黑人，哦，爱恶口人，这款考验呢，会带来斗争的局部。叫做呢，恶口对呢，斗争地角的，变的甲地方数夹的时间呢，无快活。想讲一句，恶口是无好代啊，有真讲哦。恶口呢，会带来五种无好果报啊！系怪好无？第一，人天远离；第二，丧失慈悲心；第三，恶名远播；第四，四对斗争地狱；第五，损福德。第一，咱先解释，你常常伫恶口。哦，共错、共酸、共骂人、共抹黑人，人天远离啊！哦，啥个人天远离？就讲你咬字口业、咬共骂，讲话拢无事实的，讲话用听咧痛苦一世的人诶，互永远怀念的人，即款呢，人天会离开你咯。三米人爱看一个无定时炸弹的人的斗阵呢？伊随时随地，伊心情若无稳定，哦，伊就马上会共出、会共酸、会共骂人。你当伊边有安全感无？无安全感。哦，唔知当时要搁搞色甲无鼻、无目睭、无嘴人，你当伊边啊敢带会条难呐？所以人间的人、天上的人会远离啊，互我心情走了了去啊。讲就较世间人的话，咱嘛要看一个较正经的、较斯文的、较雅气的人、较有气质的人，哦，善良人、袂讲骂人斗阵。啥物人要看一个无定时炸弹，随时会出、会选、会刁人斗阵呢？所以咱人总是选择性的、会个性啊，一定酷些、酷强啊，无唔对。好，这就叫做。恶口人会带来人天的人远离啦。好啊，先生，本来要好你哦，啊，看你这个三卡了，四卡好个呢。哦，怪胎一个，这个讲恶口讲骂人，伊何其你感要有意义啊？哦，不但无功德可言，哦，佮助纣为虐啊！这款状况之下，当然人天远离啊。个第二个丧失自卑心呢？三个丧失自卑心，就是讲啊，你一人恶口人，伊自然哪里心内有自卑心呢？有自卑心哪里会讲骂呢？当然是袂啊。所以你自卑心走对去啊，因咱人袂当同时有两个心啊，哦，有自卑心个恶心，才有可能。当时你所运用出来，拢总是。唔是先得恶，有恶口就无自卑心，有自卑心就无恶口。当下你敢讲出这句话，你会丧失自卑心去啊！以后正下这个恶毒之心，会感受恶毒的果报啊。第三，那么恶名万报，像你哦，你这个无清洁的名，会万报是风哦。人会讲哦。虽然你人伫北部，唔过南部人嘛有去看，有去听啊。哦，你会讲下钱，啊你这人诶，哦，本身阿斗阿斗，哦，人看得清楚啊。哦，咱呢会欢喜心啊，哦，接受这个，哦，这个选票的决定啊。因此呢，硬要甲翻盘。种种的问题啊，何等人民百姓反感吗？因此恶名远播咯。所以种种的问题，因此呢，恶名远播为精英的。你所做的行为，无安住伫个公理当中，无安住伫个事实的当中，因此呢，要改变现状，因为时到啊，受人的支持人对你呢。
会产生无福感，家己做下这种种麻烦，摕石头啊，蹬家己脚掌，因此呢，乌骨啊，家己跳，这一切你莫怪着破天之害人。所以啊，你恶名晚报呢，那么相信有一定因的。所以啊，咱这所在所讲是恶口啦，啊，恶口这种讲话，拢总是呢无建设性的，讲话无应用性的，讲话是无知识性的，讲话是无因果的，讲话是呢完全无道德的。因此呢，拢是负面为出发点，当然感觉的果报呢，会恶名晚报啊。哦，别人就去宣传啦。哦，一个传十个，十个传一百个，一百个传一万个，一万个传你家己哦，整个世界五十几亿人拢知影了了，恶名晚报，恶臭就恁歹啊！哦，你看自古以来，我一个国王、总统，那么伊本身所做的先王呢，那么和以后后世人呢，甲批判就对了。批判你家己呢？这价值性走出来，有一公论呢。那么咱现在讲的恶口的果报决定呢，最后是伊所讲恶名的晚报。第四，恶口的果报再来死了后，对这斗争地界，像刚才讲的，你做爱讲正哦，做爱讲诽谤的哦，做爱讲恶口讲卖哦，啊，卖是地界的。哦，自然唔免佛菩萨甲你瞧，你业识就浮出一个你的冤仇人，哦，然后两个对峙一边，边一接两接，你唔认输，伊也唔认输，你好胜心强，对方话好胜心强呢，两个真无奈，要提佫加无面子，哦，啊唔认输，对方话同款，两个硬坚持落呢，真个家己啊！伊痛苦死呀，佫唔停，伊也同款，甲伊拢同款就对了。变你家己骨来接，四对哦，斗争地界啊，无开我，真正无开我。佮第五恶叫的果报呢，叫做呢顺利获得。你本来有福报，有德行人，因为你呢唔爱好好做人，那么呢？恶口大人呐、啊，恶口大人当然顾了后，哪怕你有欠偌济、是偌济福德呢，福报总是消不了的呀。亲像呢，你身躯有五六亿呢，五六亿的钱总是开得了吧？也开得了，无安尼开不了。因为世间一切万患呢，皆是有为生的之源。慢慢来消，慢慢来老，慢慢来消，慢慢来流失呢。故你的福德也消了，亲像你的钱，无个尽消去办呢，一直呢消磨出去呢。故你这些钱都会亏损了啊。所以赶快理由，恶口人哪怕伊是过去做了偌大的功德，甲利益他人的代志呢，故因为你一直去作业、考业的当中。你的福德因缘，自然有一天就消磨尽的时阵，叫做恶口的果报带来呢顺利福德。你注意清楚吼，哦，讲真清楚啊啦。好，咱注意去听哦。下面咱那个讲地藏啊，讲地藏菩萨咯，讲你呐做个讲诽谤的人，会带来无趣之，或者是你嘴会带来生疮。发炎破甲暖暖暖，种种的无好果报。来看伊安尼讲下，来看好。若无诽谤者，虽无识从口报，啥物意思？就是讲地藏菩萨啊，拄着会讲诽谤的人呢，那么伊来生的得到呢，所谓呢无趣之的果报。或者是呢，一支嘴呢发炎正破，嘴齿破，哦，这牙龈也破，哦，口腔一颗骨部啊，来看好无？地藏菩萨
如果遇到诽谤别人之人，便说来生会受到无嘴子或者是无口舌生疮的报应。这意思就是讲，地藏菩萨讲，哦，你这人足够讲诽谤的，无中生有，讲这就是非，即卖讲叫做抹黑，哎，你来世会得了哦。也无嘴子果报哦，或者是呢，无口舌嘴生疮，啊，就用嘴呢会破发炎，什么人中医叫做牙灰气啦，西医叫做发炎啦，哦，破这边唔是嘴子烂，啊，唔就是呢，伊嘴唇烂，唔就两个嘴皮刮来这个烂呢，这有这就报应，哦，这有，天哪，干真济呢。好，那么你也讲诽谤的当中，会得到什么口疾啦，或者是恶狗啦，哦，啊你讲话当中，别人听无，讲噶，你嘴角全然不乌一死地人呢，有嘴子也顶无嘴子，是报应，哦，啊一句话讲几半点钟呢，别人佫听无啊，因此你会乎别人甲你看轻看重呢。所以啊，讲诽谤是相当唔好。诽谤就是因带来的无嘴子，或者是嘴破嘴呢，哦，臭一种种胳膊，这就是呢胳啊。你带来无嘴子，还是嘴呢？哦，无健全，哎，吐唇嘴啊，种种问题呢，这当中是呢诽谤口业所带来胳膊呢。你看。就是个人啊，讲话未解清，未解明，家己呢，拢人世间人讲甘甜甘甜的呢。啊，你话一寡有诶民意代表嘛呢，讲话未解清，吼、哦，哎、啊，这是属龙工商社会形态，咱看会着。有讲话未解清，未解明，吼、哦，啊，甘甜甘甜，像咧嘴甘糖啊，啊，讲话呢，会家己未清未明啊。即款呢，跟过去成长所造物的这个。恶业有关系，什么恶业会讲诽谤，什么叫抹黑啦？啊，无事实讲冠上罪名，啊，无中生有，哦，啊，有中说无，种种的，拢总是呢妄语的诽谤业，即带来来世呢的苦集，苦集叫大集啦，世间人叫提祥，啊，一句话三两句就讲的好事，结果呢？别人听无，啊叫两三个来翻译，这你就好啊忏悔，好好啊呢，好退有做工啊，地主过去正宗口业就太济哩，嘛赶紧哩把这业障去消除掉，今生就有够受，有够痛苦啊，来世希望唔但够呢，佮大智高步啊，有你看一人烟斗烟斗哦，爱水水水水的做人啊哦，无讲话呢，感觉哦做气质哩，我一开口呢，提上。哦，这真济啊！这无法度，这过去生中哦，做菜是恶业的，共抹黑啦，共诽谤啦，啊，无中生有啦，有中说无啦，这颠倒事实的，口角就伤济，会带来苦疾，即马叫体上的胳膊。哦，那一句话讲的人就解决就听有啊，伊就爱个透过人翻译啊，无听唔知伊讲啥，这就是呢，过去生中做的这。妄语，吼、哦，也就是咧诽谤，诶，这个因呢，阿房无用，种会看见哦，看无够重哦，所以千万，咱过去成长是恶业都应住啦，吼、哦，都无奈唔知啊，啊，今生听了佛法了后，咱痛改前非啊，唔好历史重演呐、啊，重蹈覆辙呢，吼、哦，咱爱有迄个坚铁自觉的心。发出你内心的自由意志哦，千千万万坚持了，我绝对无可能恶口搁讲诽谤啊！过去已经过去，哦，今生大智就大智，都无已经无法度啊！这是受果报时阵，果报行了，净化了，来世就未啊！我今日好好啊呢，靠存呢，哦，拢是公理真理，讲因果讲业力。哦、我是一个真是理解，不应理解，如是理解的人。安尼后摆感召呢，你讲话，人人甲你相信咯、哦。
一言九鼎啊！哦，一句话做了顶天几人？哦，一句话讲了到底呢，全国人民百姓呢，信受奉行。所以啊，安尼就是呢，你讲话是言是语，道理自然就会过步啊。所以呢，咱在好啊呢，如果自己有咧恶业恶因的位置啊，你好啊忏悔掉，莫来世带来呢无嘴子啦、嘴破、嘴臭，种种，互看轻、看无够重、看贱的过步。所以个听好，从旧等。口内有生了真济发炎的这疮啊！哦，你嘴破哦，办嘴子啦、嘴唇啦、牙龈啦，啊，这嘴巴内底啊，有人是无人鬼，定定嘴破呢，这跟诽谤的因有关系。哦，这个、口业不是干这四地人命的，有人讲，我这四地人也无共错。也无共酸，也无共娇，也无讲人是非。哦，啊，软言软语，我是介温柔、介温顺、介祥和人。为何我会带来呢？哦，这长口的胳膊呢，也容易嘴常常破的胳膊呢。哦，这是过去心中有曾经共诽谤过，所以自然业力感召由不得你呀、啊。你想要甲控制，控制不了。小可情绪化一个，就压火气，吹就破；小可较暗困一个，就吹破，又搁吹哭、吹臭。或者是小可较暗困一个，或者精神较有压力一个了，或者是感冒一个，或者小可呢无免疫力一个，哦，就开始破。这就是所讲的多生累劫有共诽谤的业因，带来到呢，你吹一破。发现的发现的恐怖啊！啊，佮有一款人哦，伊的嘴破，佮一回事，佮会咳嗽。哦，伊甲伊站咪身躯边哦，哦，啊，保持两公尺。莫啦，先过挖近半公尺一米哦，伊讲话卖讲是喷嘴臭出来啦，有口臭就偏油啊，迄味臭噶！世间人讲都阿袂死，遐臭哩滴，比死体较歹偏的呢。非常臭，为何如此啊？不是讲伊无眠暗困呢？有在明明逐工困困到足饱眠的呢？人困八点钟，伊困十点钟嘛，照常吹臭啊！啊，一人好好无代志，才常常吹臭呢？啊，身躯发出呢无清净的臭味啊！这就是呢，道生累劫有做下了所谓诽谤的口业，有做下这因呢、啊？当然，就感召这款口臭的胳膊滴个啊！无唔对，较早有一人是骨碌肿在害哦，哦，啊，那么一站身躯边就感觉哦有臭味，这臭味是为伊讲话出来发出来的气，哦，那么伊嘛无一定讲伊肝脏发炎、五脏发炎啊，这是跟这业无关的滴。所以我们讲一种赞叹都讲随喜啦，哦，啊赞叹会消除咱的诽谤的心啊。你做个讲诽谤，我做讲唔对哈、啊。你心灵心过恶意呀，地下等鸟啊多，你心灵放较快，哦，你讲赞叹心灵放开，安尼呢会当消除你诽谤，哦，计狭隘的用心地，哦。所以教诽谤人啊，咱就共赞叹呢。那诽谤听较无，咱不能讲现代名词叫共抹黑啦。啊，别人都无安尼想，别人都无安尼做，那么你确实共讲有安尼想，有安尼做啊。目的就是迫害对方，然后达成自己的目的甲目标啊。这就是诽谤，即马个人叫抹黑啦。哦。虽然你虽然讲我乌啊，一时感觉我也无得到什么报应啊啦，我一丛嘛好好啊，靠什么果报、什么因果、什么业力、什么道定，吼、哦，这款人后摆是果报是啊。你我讲我乌人下场如何呢？十个十个都投胎啊！好，
那么诽谤有四种无父古母哈、来看好第一，无识创造的古母；第二，四对实践地狱；第三，现世人亲近；第四，朋友惯俗管理。诸位看好清楚吼，无唔对。第一，一滴尿呢，无喙齿或者是喙会定定发炎，吼、会定定所谓呢啊喙破，会即款骨部。这头前甲都讲过了。佮第二，命中了后会死呢，做呢食精地狱。啥物食精地狱？你喙齿哦，当作你去离残的呢，会痛死哟、哦。或者是喙齿呢，哦，互人离那么离呢？啊，有迄款骨部啊，迄敢是人会当砍死位？有地狱人才会受这骨部啊！啊，这地狱人嘛是咱人是恶业堕落感召的属性啊。喙齿砍咱喙齿外吧，砍齿外吧，都受家机会啊！哦，你个家喙齿是看我听到，哎，恁呢？家是看见老师啊，伊就听砍伊消炎。听甲讲要讲话变大志气啊，恁站袂住呀！何况你命中了后呢？你喙齿当作犁，给你犁，你看你受会住未？卖讲是闪耀出世啦，听甲死死混混去啊！佛经讲啊，讲哦，万死呢，哦，死一万遍，活起来，伊个死死未停，死干，你迄结束到呢？哦，你无一只时间休困就对啦，叫做呢蛇羹地狱啊，吼吼，无困哇哈。那么过来叫做现世人亲近呐，总是死的人，你会互看无够重，看亲近去。较早有一个五十几岁的这个和尚，一生的当中，伊职业是啥呢？专门呢，互请来共诽谤的。一条好无，从抹黑的部队就对啦，专门借助是非安罪乎别人诶，这款诶叫做啥呢？叫做受人雇佣，从伊职业就是专门诽谤诶，有咧呢？真是无呢？比如政治界无吼，啊去选举啊吼，拢派一个人伫电视媒体呢，专门共抹黑、共诽谤，哦，无影代志呢，拼性命呢？画脚、画手、画脚，互全国人民混淆视听，互全国人民唔知道真相，都乱去咧。这真妖受骨的事实，叫受人雇佣啊！哦，我恶部队啊，目的就是帮忙别人达成所谓呢，甲对方挑啊、诽谤，然后达成伊目的。哦，这呢诽谤的事实啊，那么这佛教叫做呢诽谤。社会上人叫做抹黑啦，那么受人雇佣，赚人一寡钱，吼、哦、一千万、两千万，这有啥意思啊？啊，乜哩胳膊啊，无喙齿的胳膊啊，是臭国国的胳膊啊，死了后喙齿会当作裂开裂啊！不管你信基督教、天主教、外道教拢同款，胳膊互你走袂去，因果互你无法度走闪。破袂开，闪袂开，哦，你就要受这个活跳跳蛇羹地狱啊！喙只用毒甲喙糊糊呢，哦，死了后阁活，活了阁流啊，开始流，开始流啊，死甲千千万万遍呢，啊，阁有机会地甲胳膊来哦，来做人呢，现实互看无够重，看真就流了。然后见人见人，就是安尼意思啊。有啊，你看这个政治的这个生态呢，往往啊，每每伫个选举时啊，一堆抹黑的部队哦，哦，一个代言人哦，或者是自己呢，受人过门伫电视媒体，食饱无代志呢，哦，赚人一撮钱，摕这无良心的钱，专门共诽谤对方，无影的代志呢。骗一挂故事，然后等下发现个屌事啊，目屎黏黏流，讲是呢，所谓啊政治的迫害，伊个讲白惨啊，
要用抓伊关个讲白惨呢？哦，法院法官讲，你有共诽谤，有讲这白贼话，有讲这事实无？伊嘛证无？等下做判例呢，目屎黏黏流，讲这是政治破坏，嘿有无？这对的抹黑的部队，哦，这对所谓呢无形的杀手，哦，咱称呼个诽谤者，啊，卖得到呢受人轻贱，看无够重，命中对敌个高步。过来第四呢，诽谤会带来朋友灌输所谓远离的高步啦，这真简单，哦，你做共诽谤。人担在身躯边啊，三人会安心嘛、啊？你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，你是一个危险的人物，人担在身躯边啊，人会惊，提心吊胆。你的朋友会远离你呀、啊，你的惯相呢，嘛不然敢去斗阵。啊，我这堂相哦，啊，我这表相哦，这个讲白差的，你人够有意义，朋友惯相会远离啊。我这表姐，我这堂姐，做个工白差咯，一团湿湿团白啊！人知影了，就啊，无咪啥物人做工白差，朋友惯熟的远离，因为你是危险的人物，因为你是麻烦的制造者，你太个工白差了呀，会共诽谤啊！所以有一个法师啊，伊这人口德非常歹，嘛只有搞诽谤啊。看家的书都讲诽谤了，你想看卖啊？哦，一次演讲的时讲，啊，阮书都看牛囡仔啦，啊，伊捌无皈依啊，哦，是好是歹，总是伊家己剃刀的啊，哦，何况人有啥德行啊？你会讲自口业诽谤书中，就因构成有些罪啊。讲你外口修行，外口讲话，外口方圆的，犹阁是呢，是诽谤者而已。哦，啊，那书中虽然读无两本册，甚至字捌无介济，看牛囡啊，但是人有德行啊，哦，我是众生的下苦修行啊，哦，所以以德服人，咱卖用这学者，卖用这知识，要人吸死人诶。所以你看社会上一些学者，皆有学问人哦，伊无德行，人对伊呢，哦，唔敢挖进伊。但是身躯边啊，无条叫点了，何去抬了，何去留了？你几岁呢？危险的人物呢？所以人走三步的，因为是无定时的炸弹，不是当时爆炸。伊情绪若无稳定哦，一时间当身躯边啊，吓甲无目睭、无鼻、无嘴的呢。所以啊，妹妹呢，一个法师啊，伊要请伊来治事哦，伊就交代啊，我讲，老兄，老兄啊。哎，大个大个，啊去台顶吼，都唔好搞啊写，搞啊聊哈，哦，讲一寡正面的呢，啊你台下要安那聊，要安那泼，要安那写呢，拢顾在你来呢，都爱个好法师甲交代你听好未？哎，做人公信力，做人的一贯呢信用，做人的德行，走对起啊，所以啊，咱来见下诽谤人。总是倒抽来，也结果下定呢，总是有四款的坏处，叫做诽谤四种，也是古步了。来看好哦。第一，无识穷口古步；第二，四对识经地恶；第三，现实人轻贱；第四，朋友惯习远离。诸位看清楚吼。最后一个宏观，咱个人在社会这个岗位内底，哪怕上至总统，下至文武百官、人民百姓、属农工商，咱在做一个呢，有介诚实的人，讲话真实一点，如一点，不公一点，人人众人众望所归啊，人人尊敬，你有德行的人啊。啊，千万唔通做一个所谓呢，咱是危险的人物，咱是麻烦的制造者，咱是无定时炸弹。安尼啊，你过了后，你的朋友亲戚眷属，走甲无半个事，
你变成一个孤单的老人咯，错是无好代咯，一直穿最好。哇，那穿出时间到了，一见哈，咱地藏菩萨广说因果呢，明天第九日再会。